我不挑食。妈妈煮了一桌丰盛的饭菜，但是小狮子只吃鸡腿，不吃青菜。小狮子要吃青菜才会营养均衡。可是我不喜欢吃青菜。忽然，小狮子觉得肚子不舒服，赶紧去厕所便便。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却上不出来。妈妈说：“因为你不吃青菜，便便变得很硬，才会上不出来。”可是我不喜欢吃青菜。小狮子固执地说。晚上睡觉时，小狮子做了一个梦。快让我们出去！肚子里的便便在抗议，小狮子的肚子好痛。隔天，小狮子再也不敢挑食，吃一口鸡腿的时候就吃一口菜。后来便便时变得很顺畅，肚子也不会痛咯。别忘了订阅富的超人的 YouTube 和到富的超人粉丝页按赞哦，我们下次见。